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挑战的第一天，吃素食太简单了，走。哦，啊。才吃这么点，要多少是一口都不进啊！3 hours later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就这呀？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哎，我怎么形容呢？就是感觉有点那种米饭的感觉，但是又不是，应该是什么麦？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，反正就感觉还好。这个青菜，这应该就是菜，可以，不错，很好。这个是，这个应该我也不知道这是，怎么看着像土豆啊？这应该就是面，这什么呀？怪怪的。这是个好东西，南瓜。怎么形容呢？就是我感觉吃的这一碗都感觉像是生的一样，好像就是生的。我靠，我的想象力了。这个嘛。是鸡翅，好香啊！这个鸡翅脆脆的，鸡翅太好吃了，我留着晚点再吃。奶茶，我发现太难了呀，这个我一口闷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不能浪费粮食，所以我决定了一口把这个先喝完。2000 years later， 我感觉太难喝了呀。我觉得我喝了很多了呀，不能浪费粮食，所以我可以给朋友他们吃，所以我决定把这份非常好吃的炸鸡还有这份奶茶送给他们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我的晚餐，就这，嗨，这么简单？这个就是绿豆粥，这个嘛应该是什么糕？哦，这个也是糕，哦，这个是馒头。这么简单吗？香。
馒头，就这呀、啊，太简单了。这要是周五的那个吃完了，这还可以。嗯，周五的沙拉吃完了。啊，那个呀，我给苏笑他们吃，苏笑说很好吃。钟老师啊，怎么了？钟老师说那个中午的那个沙拉你吃了吗？吃呀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那、哦、他说还有那个什么萝卜汁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挺好喝的。嗯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我吃那个减肥餐吃很久了，所以这些都是小 case。就是你把他吃剩的吃了是吗？啊？他吃剩的。我中午的饭菜不是满吗？你吃过的呀？没有吃过，中午那个是我给你精心准备的，还有胡萝卜汁。所以你吃过没？我没吃过。那老师刚说吃了。没有啊，到底吃没有？那是我，那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，知道让你最近在减肥，还给你配了个胡萝卜汁，好细心啊，是不是？对，是不是很好吃？我很想吃那个，我自己都舍不得吃。我觉得是应该多半是你不想吃了。什么呀？我给你准备的，真的。啊，那我中午还把它吃了。对啊，好啊。今天的挑战也算圆满的结束了，还算挺成功的。然后我觉得暑期计划的第一项就算完成了，就可以打个勾。好像明天我应该是休息一天，然后再看吧。接下来还有六天吃水煮蛋打卡，明天还是要继续打是吧？还有六天，昨天说的一周。